不是啊，我们的复合结果还没有出来。Wonderful，Wonderful。回来，你们是阳性，不建议进行转运。我们现在报警，我们现在报警。不用报警了，警察在。那是哪里的警察？黄埔公安。你报警也是我人，我再明确的告知你一遍，公安机关现在配合疾控部门对你进行强制转运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你自己犯错了。现在开始，同城密接的都要转移。我们去了隔离，我问一下，万一小孩有事情，你们负责吧。听我讲吧，万一有事情，有当地的民警或者是相关部门来处理，不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的，除非你是美国，这是中国，听清楚。你要干嘛？把门打开。我把窗户打开了，你要干嘛？民警在，民警在跟你对话，你民警对话。哦，你是街道还是警察？你是街道，好的，那你那外面那个神经病说你是民警，你有什么事情？我真的是太害怕了，他们要到我们的家里面来，哎。那证件在阳性，咱们要去方舱的。不是，我今天刚刚复测了，结果还没出来啊。居委的人说帮我们安排了复核。居委没这个权利，我们也没。疾控也帮我们安排了权利，那你现在有权利来带人走了？有啊。不是啊，我们的复核结果还没有出来。来来来。太好了，wonderful，wonderful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报警，你们说谁？都已经是警察了，婆婆们，你们是阳性，不建议进行转运，好吧？听到吗？我们是协助疾控对你们进行强制转运，不用报警了，警察在，我跟你讲过了，你们是哪里的警察？黄埔公安，你报警也是我人。你有那个核酸阳性报告吗？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，就是疾控通知我们的，你配合吧。配合啊。配合。那请你把手机放下，现在不是你打电话拍视频的时候了。我再明确的告知你一遍，公安机关现在配合疾控部门对你进行强制转运，听明白了吗？我再跟你讲一遍啊，公安机关已经可以依法对你进行处罚了啊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。你自己犯错了。等一下，疾控跟我们讲，他们没有报告。第一个，疾控报告已经下发给他们了。我已经再跟你们确认一下。走人，走人。那你们报告现在？等一下。走人，走人，走人。我们真的通知现在你们走人，赶紧走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现在不要拍视频，也不要什么报警了，你不用报，警察就在你面前，好吧？抓紧点时间，好吧？好的。根据这是你应该的，如果是违法的，我知道。但是警察是不是要讲道理？对居民都有好处。我跟你说，是不是要讲道理？你们从防疫防治法角度来说，你们已经危害公共安全了，好吧？怎么知道什么叫危害公共安全呢？你们也在危害公共安全。危害什么公共安全？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。在座女同志，我再问你一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现在就来，现在要走了呀。你干什么？你们执行公务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要有事实依据。现在事实依据就是报告拿出来，拿不拿得出来？现在开始，同城密接的都要转移。我们去了隔离，我问一下，万一小孩有事情，你们负责吧？听我讲吧，万一有事情，有当地的民警或者是相关部门来处理，不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的，除非你是美国，这是中国，听清楚。好了。